最常用其实应该就是一些就是耳钉啊、项链啊、戒指什么的，然后包括腕表，对，那其实这几个我觉得是我是个人必备的，对，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都必备的，就可能休闲的时候比较休闲的搭配，正式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像现在这样一些搭配方式，对，然后整体的这种搭配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以自己舒服为主啊，然后第二就是也要看你场合，不一样场合穿不一样的衣服，就是像今天可能会正式一些，那可能平时不一样的活动或者私下就是会更休闲一些。最近在忙着改装车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是。